两名钓客因为风运过大，受困在东北角的外海等待救援。空军加急基地30号凌晨派出的直升机，在时速不好的状况之下，将人救出并送医。空军加急基地表示，透早2:20接获国搜中心救援通知，两名钓客因为风运受大，受困在台湾东北方的19海里处，急需要救援。空军家己基地指出，救护队接获救援命令了后，因为驻地上山机场的直升机无压缩功能，所以伫透早2:45为家己基地出动 S70C 直升机，由正驾驶王清魂中校率领机组人员前往目标区救援。飞行了大约1小时，当时的天候状况大概东北风35里的风速，低空1000尺，有一层云幕，我们抵达目标区之后，可以很目视看到消防人员的人车都已经在现场，唯独因为钓客所在的位置是在礁岩独立的礁岩上面，当时因为东北风非常的大，海浪已经打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已经在打击那个礁岩，生怕后续钓客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我们到现场之后立刻实施吊挂救援。直升机到达目标区，现场视线不好，透过探照灯辨识钓客位置，然后以吊挂的方式将两名钓客救援上机。经过随机的救护师初步检视，两人并无啥要紧，并将钓客送往上山机场，随后由救护车送往附近病院就医。最新新闻，朱乃行、最上香采访报道。